今天我要跟台湾朋友一起吃寿司。家里是寿司的吃到饱。哦，很期待。鲑鱼，鲑鱼卵，鲑鱼卵。你是故意的。我们说招牌的寿司的照片过于华丽了，没办法呀。照片很漂亮呀。お店の看板の寿司の写真は綺麗すぎるだろ。しょうがないね。没错呀。对，没错啊。我们来测试这个东西，没错啊，本格真，没错啊。今天我们太开心了，めっちゃ嬉しい。寿司吃到饱。寿司食べ放題。这是鮭呀、啊，鮭用中文怎么说？鮭、嗯，这个，嗯，对。这是我拿的寿司。在日本，寿司吃到饱最便宜，大概2800日元左右。最贵的，大概5000日元左右吧。日本国内でお寿司の食べ放題は、安いところだと2800円ぐらい。高くて5000円くらいです。这家店只要2000日元，但是已经歇业。この店は2000円だったけど、もう潰れてしまいました。残念。今天我边吃边请教寿司的中文。今日はお寿司を食べながらお寿司の中国語を教えてもらいます。这是尾鱼。尾鱼。尾鱼。这是鲑鱼啊、哦。这个日语是マグロ，这是鮭。那这个怎么念？那个不知道啊。应该是鲷鱼。鲷鱼。嗯。对，这是ネギマグロ。这个用中文怎么念？跟尾鱼，因为它是尾鱼绞肉的那种的，不知道要怎么翻译。那、嗯、它是尾鱼。这个 toro 用中文怎么说？ toro。嗯，尾鱼肚。这样讲怪怪的，因为尾肚。这肥的那个大的 toro。对对对对，肥的部分。这一会我就吃荞麦面吧。最後の締めに麺を食べます。我们吃得太开心了，めっちゃ楽しい。